呢首歌講嘅係三十六 D 嘅少女啦。咁但係三十六 D 係咪重點？唔係重點。重點係佢喺三十六樓跳落嚟嘅時候，裏面含義咗啲乜嘢意思呢？在某夜这里，我发出呼叫，大概喝得很醉，没有力归去，两双手臂在我手心里，你一句他一句，仿佛要加许，现在走得很退。我问你是谁，他是谁，为什么出现在我的家里？哦，可能你只是想看口冰水解解醉，哦，或者为我布置新居。下来，不如我们把你忧郁的心事打开。我说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我说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请勿对我作出伤害。写下来，他们越叫我下来，我偏偏不敢下来。虽然言语常为我着想，但却感受不到半点爱。就这样跳了下来，我就这样跳了下来。受到半点爱，他们也立即离开。就这样一跳，这篇新闻立即上了头条。夜蒲曲吧，三十六啲少女，琴晚居然喺佢自己嘅住所，三十六楼啲室跳咗落嚟喎。无论放在 C 一头条还是 A 一头条，都只是为了博你一笑。